哦，不是，车过来了，围墙三标，听到了，拿去打了。哎呀，你别漏啊！你给他打干嘛？我操，开走了。他把我车开走了，我就把你车开走了。 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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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一个，我没再丢过枪。死了！牛逼！哎，我这防区停车了。看到了，菩萨。哎呀，我操！又连点。哎。他就他一个人吗？防区都没。他妈的跑哪去了哥？一直拉了吗？ NB， 吓我一跳！他们立在这种上面。就蓝烟的右下那个烟，这一颗雷过去全得死。我蓝烟的右对，进了一。差不多，还在，还在。又贴了一辆车，三标。哪里了？白烟右下。来来，跑烟里去了。看到。死了，好吧。 上面人呢？上面坡下，两辆车。这防区要往外拉。两辆。他不要的钱，我操！太恶心了。100米来的。他在这里。呜呼！想撞我啊，小逼！你可以试一试。先看有没有踩上了。好了。我这边有个。被拉过去，感觉。 东西，单标坡有的。双五柳哥，外面还有人吗？少捡，少捡，你不要跳啥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他妈搁那猛跳，那小黄鸡！哈哈哈哈哈！